家过后你都变瘦了，真的。可你在做什么？希望我现实也变瘦。嗯，有啊，你现实的荷包变瘦，一直都现实的荷包，这倒是真的啦。哇，好可怜哦，可以不要变瘦吗？那个东西，现实荷包没有胖过啊。对呀、啊，不会会胖一圈，怎么又变十斤了？你好奇怪、啊，很难过。他胸前有个大鸡鸡。对呀、啊欸，你受伤了。你刚刚那个发言不行啊，巧克力。他那个衣服啊，误会的是你的心。他的胸前有一只小鸡，不是大鸡鸡好吗？他就说那是大鸡鸡，他自己说的，他自己说的。哦，好吧，他自己说他喜欢大鸡鸡，所以要摆在胸前。怎么可能？好像展示自己的大，奇怪啊！展现自己的喜好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啊、我们故意把你撕去、哦！哎呀，我要怎么残害他亲戚？我原本，因为我原本左右键是对调，但是如果我把那个版本从 1.3 改成 1.12 的话，会、哦、他左右键会调回来。想把左右键原本就想在你旁边放栅栏门的，结果放变成打方块、欸，观赏用。来来来，我们今天来玩那个灼炙热地狱，因为上一次呢，那个观众场他们发现了地狱幽灵的超级赚分的方法，所以被改掉了，马上回报恶灵，马上进行修正，马上改掉了。地狱幽灵现在很大，恶灵现在地狱幽灵是大概如何？嗯，就是那个眼睛还有嘴巴变成黑曜石，眼睛嘴巴变黑曜石，就是一定要去挖了，分数变得难取得了。不没有再那么简单了。所以前是怎样？我不知道、欸。五颗 TNT， 上次五颗 TNT， 五到六颗就可以把它炸掉。欸、那个很猛哎、欸！而且是你 TNT 还不用慢慢的 Q， 你就可以一次 Q 个一下、两下、三下就可以狂 Q，、嗯、它都很方便，超快的，很扯。上次超扯，你可以攻略组攻略组之后，之后会播出影片，那十几秒就一个，超扯。超猛！被你们输了吗？嗯没有，他是我们这一队了，他是小队长，小帮手，小队长，小帮手，小队长，直接就获胜了，我们什么都没做，真的。那就萌萌小队长先来分队啦，分队，一样有间谍哦，好，分队，分队，不要当国王。对的，来，我爸爸，别动啊！为什么繁星第一句是我不要当国王？我会怕，每次都当国王啊，没关系，你这次可以当间谍。繁星，你还敢说你会怕？我当国王的时候，你玩的多开心啊！他只是太常当国王、啊，常当国王、欸。对啊，来，地狱团结一条心 ，Go Go Go Go！不累是谁？敢繁干什么啦？为什么你 always 都是国王啊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为什么你可以这么的强啊？我是下半年度就开始狂这样子了、欸喔，真的。哇哦！之前是哈基最常当，对啊，现在都是你了，超扯，全部都是你。嗯，通通都是你。要几只吗？40层，40层，可以啊。欸、巧克力你的名字46层，你是不是有问题哦？没有，我喜欢脏挖。这边有两个，你要不要挖啦？真是的，这有三个啦，你要不要挖？哦、嗯，我跑掉了，等一下。哦，国王繁星掉没有改好。哦、我先挖好了啦，繁星离我们有点远。我这边有，不过你们在哪里？我从商店挖下来的。繁星在哪里？国王灵池哎，快快快！快啊！运气很好，没有问题哦。干嘛？我只是上次跟那 SP 玩的时候运气变好啊。通常我们的money 都应该要捐献给国王，但是国王不在我们旁边呢。所以我在挖一条路去寻找国王。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铁可以挖中间吗？什么铁？要再升吧？还要再升哦。好，我再挖。你从商店那边下来还有很多黄金。对，这边有黄金。哦你只能讲太慢了，我已经要靠你。30可以升吗？
哇，两个金砖可以哦哦，赶快赶快去，赶快去学学学，赶快，马上现在，马上现在，哇，已经100块了，对啊，对啊，两个金砖，好猛哦，爽爽的，产金王啊，哦，这听起来怪怪的，然后等一下，然后等一下，等一下就真的是铲屎官哦，铲屎，不要这样子啊，哦，好，铲什么金？好爽哦！冲哇哇！冲啊，到前方去！绿色的，绿色的。哎，我第一次挖绿宝石砖。第一次。光怎么了？光走路脚滑了。我有150，好爽。当个奴隶吧。我们的奴隶靠你啦。没问题。这样子可以升两阶吗？两个奴隶，就50、100的。奴隶。嗯嗯，好，那就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接下来你们自己去弄，我要去挖对面50块。你要挖什么？我要去挖对面50块。熔岩块吧。对。哦，那是50分。到50块，我刚才还想说，哎，什么时候那么好？跑到中间什么都挖不到。还有50块可以挖，好想挖。原来边赚分数还有钱啊。嗯，我挖，我挖，有间谍哦，只是不知道是谁。没错，哎、欸，有间谍模式哦，有哦，哎呦，像都装都不知道了。好，嘿嘿嘿，国王200在我们这，怎么了？200是国王，他在我们这，不是不是叫你，我是说200他也是国王。可恶。200国王，国王来直接挖到我们这了，我们可不可以买那个炸弹来炸他？可以啊，也可以耶，现在好像可以哈。但不行吧？记得一次改版，他说前还开始之前不能用大的，可以吧？他在换杂货商人，没关系，我换爆破兵。好，哎、欸，他不见了，看到了吧？嗯，小心哦，他在我们家还在挖的话就还好，等一下就找街炸他、哦。挖到肚子饿了，啊，他放箱子了，我不能挖了。哦，对啊，嗯，钱都很没关系啊，赚到200分赚呢、啊。我们这边感觉也要快点制止。对，小心你在哪？你还好吧？可以啊，我很安全。啊、我们努力才升到2级哦， okay. 你们还要去升。他200去找你。干、欸、嘛？20在上面，20在上面。他在干嘛？他在换稿子这里，不知道在干嘛。他可能想换稿子吧。他走了。到底玩哪一招？不知道啊。国王自己冲，我看不太懂，这么冲，看有没有机会弄死他。国王一马当先，换高高，换都换都可以换、欸。哦，有问题在咬我，我在。哦，还以为刚刚那个超级鄙视，这种感觉是吐血的。哎、欸，我要换箱子了。好，换箱子，赶快堵起来！他们也在挖了。我去弄，我去弄。箱子，我 OK。一起换。嗯嗯。哎、嗯欸，国王要不要试试看身上带一堆 TNT？ 我上次想到有没有人这样做过？国王身上带一堆 TNT 要干嘛？光宝石炸掉之后直接把别人炸死。只是还好，如果看到的话就也没什么。就哦，对、啊。通常杀死国王都是近战杀死啊。是也可以，只是你不知道国王自己的装也就没了。哦，好棒！哎、欸，国王在挖熔岩块啊！对啊，你说200吗？对啊，对200在挖熔岩块，还是那是你的国王？不是啊，他往了地门走了。好、啊，你好像有点犹豫哦。我想说，百姓在挖熔岩块，是对面的国王。感谢，感激。嗯嗯，可以哦。积分靠帕皮啊，是什么成就？给你的小手手去看一下，
我现在挖黑曜石，我手离不开。法术可以。他们不是放了那个吗？没有，他们是放熔岩块啊，他们没有放地狱门啊。我哟。对啊。很可以哦，他们还没发现。我觉得他们该发现了吧？我已经挖完两次了耶。你挖两次了？对啊，我挖两次，他们还没动作。转翻天啊！哎呦，环形在这。啊。等等等。这里就是铁。好悠哉哦！马上就获得那么多钱，原来是那么愉快的事情。好悠闲、哦。我们地狱门被挖掉，然后我在上面放箱子。这还没丢掉一个，没有。哎、欸，他们也放箱子还是帮忙挖？放箱子，啊、我看到那分数还没跳出来，好讨厌哦。好、哦、回来啊，不对，我哎呀、欸啊、不对，快六十秒啊，不对，哎、欸、不对，那个是我们的分数。哦，我回去。哦，我要挖他们。哇，回去准备呢。卡崩了，环形脚下黄金。我挖他们的隧道。我刚刚看那个蓝队分数，以为是500秒了。没有，是我500分。然后看到一拳。哇哇哇！哦哇哇哇！哦，你们地板会不会有钱钱呢？我再去用一下地狱门。环形钱钱，哦，你上去了。上去了。Oh. 哎呀，哎呦，没有抢到，讨厌。有人在，哦，没事，看错。哇，太多人在用地狱门了吧？现在又大家回归，回归到挖地狱门的时间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那个，你不是放箱子了？对啊，可是我现在有点难放。可恶！你不是已经放了吗？刚被炸掉了，被炸掉了，刚刚有爆炸声。欢迎，200啊，被600喽，要换装哦。好，200分我一点钱嘛，真是的。我等一下可以直接在敌对自杀吗？可以，对吧？因为我在他们矿刀挖矿，然后我懒得回去。哒哒，反正我身上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。他们上面几个？两个，小雨加云月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他们地板有黄金，快要600了啦！哇，我又炸！我换个箱子过去一起来。来啊！我是没想要换箱子，换箱子，你不要一个人先冲哦。你们先冲，我真没钱了，换个钱。好爽哦！快600了！哇，一拳拿钻石剑想砍我。他在等时间，好可怕、喔！想干嘛？轰！炸我！不让你回家。不用欸、我有箱子。哎、欸，这样可以吗？哎、欸，我掉下去。没事。允月哦，允月还在弄哦。600，我去挖中间。好。哎、欸，努力升满了吗？还是还没？又在炸，他们又在炸。对，国王受到攻击。TNT。哎、欸，喂，快跑啊！里面来砍我了，救我一下！我看到有牛排从天而降。嗯。好，赶快回家换装备了。嗯。哎、欸，你们奴役升了吗？还没吧？我不知道。升两阶，第三阶。升两阶。对啊。好，我再挖一下，就有三阶可以用了。剑还没好。哇，这边挖好高哦！哎，好痛。20往我们家冲欸，他可能想要run我们家的矿物吧。现在可以搞一下附魔吗？啊、杰克，你刚给我的话，我就可以去弄奴隶了。哦，我是真的没钱啊。哎、欸，脚下，你脚下，脚下。哦，你差一点啊，你可以拼拼看啊。哦，有，奴隶，三阶。哎，你们要保护我，我没有武器。他们来再说，我先弄那个附魔。好。哇，三阶都我升的好亏哦、喔，用基础的就好了。看一下哈，东西丢掉，双方资金短缺。嗯，对啊，刚中间有抢了吗？有，抢了，只有抢了一半，另一半被那个小雨抢走。
抢到一颗啊。中间哦哦哦，开场还是再有一次啊、哦，我忘记。看一下哈、哦、啊，我不要跟你在一起玩，不然会不然会打架，会打架。好，我挖一个拎的刀。光，你要不要也来弄个妆？我想啊，我身上只有十块钱。你不是国王啊！哦哦，你刚讲太小声，我以为你说汪汪。一个篡位啊！哦，这个人哦，我没有要篡位。等选举日啊！我哪敢啊，真是的。嗯，没有啊，我不要当国王，光累死了。然后又不能太大动作。每次当国王，我每次当国王。